Hello， 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 FC 的小游戏啊，叫做《三只小猪》，或者呢可以称呼它为猪小弟。这是科纳美公司呢在85年做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呢有两个特性，一个呢就是看起来萌萌哒，感觉非常简单，实际玩起来非常困难。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可能这个游戏的这个岁数比这个在座的这个观众啊，所有的水友可能 98% 的这个岁数都要大啊。然后这个游戏你可以看到呢，它这里打出不一样的效果，就是说左上角的是那个位置呢，不一会儿出个树叶子，不一会儿又出个小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上半身的肉牌打完之后，看完之后它走 S 型走位，然后呢那个左边刚才出现了什么蘑菇啊，像那个破了蛾子啊，出现了好多这个隐藏的一个东西，咱平时都没见过。说是不是版本玩的不一样呢？并不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版本啊。虽然说它是一个 TAS 素材，但是呢它把这些游戏的隐藏要素几乎都展示出来了。然后这里一次给各位介绍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出现的。首先呢，目前为止屏幕上最常见的这个小巧，看慢着，这个小巧呢打一个40000分，它的效果呢就是让这个上面咱们那个大鼓棒，也就是俗称的大子弹，因为这大子弹咱平时都用过，正常往下一扔是一个抛物线，直接就落下来了。但是它这里你看 S 型走位，这就是小巧的效果。这个小巧需要你什么呢？配合这个屏幕背面的一个 BGM， 有节奏的摁这个 A 或者 B 键，就是开枪那个按钮，摁对20次，它这个小巧就会出现啊，非常苛刻的一个条件，所以说咱平时没见过。紧接着呢，就是再常出现的呢，就是那个树叶子。那个树叶子呢，一个是4000分啊，这个分数呢是小巧的1/10，然后呢它这个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呢？只要你保持不断的移动，上下不断移动，一刻别停，在一定的时间以后就会出现那个树叶子了。然后还出现的道具刚才有什么呢？哎，这个白色的这个小区，看看着，白色的这个小区的话呢是10000分，然后呢它是要怎么能出现呢？你的枪要枪枪保证100%命中，连续的出现30枪，也就是说呢你30枪不落空，都打到一个东西了，这个破了蛾不是这个蛆就会出现啊。然后这个蛆的效果是什么呢？你吃完一个大鼓棒，扔完之后，这个大鼓棒只要在屏幕上消失，马上上面的大鼓棒就刷新，也就是说呢无限大鼓棒啊，这是这个小区的一个效果。然后紧接着刚才出现的呢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破了蛾子啊，这个破了蛾子的话呢是要怎么做到呢？条件非常苛刻，你注意看那个大狼，它会往咱扔东西砸咱们，然后呢咱们必须得用那个猪妈妈上下的这个头盔啊来把这个东西挡掉，以后再用子弹把这东西打掉，连续完成这3次才会出现一次这个破了蛾子啊。然后这破了蛾子的效果呢就是把这个对面啊这个狼给削弱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说好老哥期间呢已经过了2关了啊，这个位置呢这是带领小猪嘎去了，我也没见过这游戏的通关啊，来庆祝一波。好，来到了帮子 stage 啊，帮子 stage。然后呢刚才还出现过东西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蘑菇啊，蘑菇的话呢就是单纯的一个8000分了。这个蘑菇出现的条件更苛刻，你必须在哪儿呢？让这个猪妈妈在这个梯子3行，看不着，从上往下数3行的下侧，在那个位置上呢，连续的射12箭，并且这12箭的每一箭都不能射到这个目标，什么都不能打着啊，才能出现那个出现那个蘑菇啊，非常的苛刻。好，这里呢在介绍期间呢是完成了这个帮子 stage， 而且是一个 perfect。 然后这里这个小水果啊，从天而降的水果，咱们小时候应该打过。这个从天而降的水果呢，只要你连续击打这个水果的分数呢，到后边会翻倍，一直到最后呢它会出现一个这个隐藏的一个头像啊，应该是这样。好，咱们这里继续来看这个 TAS 的一个表演啊，忘了说了，这其实一个 TAS 秀啊，你说实战里边你想玩出这些这个隐藏道具，你玩出一个两个也许有戏啊，你这么连续不断的左边出打出这种高分带速通那是不现实的啊。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甲虫啊，这个甲虫的话呢只有在特定的关卡才会出现，需要你呢连续20次啊，把左边那个正常在左下角会有一个那个气球制造机吗，它制造出的空气球连续命中24啊，才会出现那个甲虫。那个甲虫是讲命吧，讲3命不讲9命。你看按照上面扔这个东西，从最开始的水果草莓一直到变到刚才的游戏机，到现在的头像，看着。所以说你看啊，看似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游戏啊，在咱们这个通关都费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其实有这么多隐藏的一个要素，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啊，感觉非常的这个震惊啊。然后这里呢继续保持射击，再打左边的隐藏要素摊分，然后呢上边的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 S 型的大火棒也能慢慢的揍这帮这个大狼啊，这样呢第3关也过了。哎，他拿的什么东西追狼啊？
还挺有意思。在妈妈的率领之下开始催狼，然后这里呢继续啊，把这个啥，哎，他这里不是按这个射击键啊，是按另外一个按键啊，出这个小巧，按另外一个按键，另外一个按键是那个扔大火棒那个按键吧，还是扔什么的按键？这游戏我就玩过两次，因为太难，所以说当年放弃了啊，也没玩太明白啊，反正这个情况就这么情况。然后呢，这里继续啊，这哎呀，有个气球跑上去了啊，让江湖朋友耻笑了。就是在某一关左边那个黄色的那个气球发射器啊，不，那个气球制造器，一直打就会出现那个奖励。啊，这里呢接着射击啊，后续呢可能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单调了啊，因为呢在这里几乎是弹无虚发的一个塌子表演啊。然后这里大锅棒吃上 S 型走位，然后这个小圈也是不断，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右上角已经是七位数的分数了，难以置信。哎，来了，看看着那个刚才八万分的那个大虫子啊，那个就是我所说的啊，它只有在这个刚才那个气球连续24命中射中以后才出现的啊。你可以倒回去看看，一个像黄了吧唧的一个这个毛毛虫一样的东西啊。刚才讲命了吗？没讲命啊，那可能效果就不是讲命啊。这游戏我确实是不太了解，而且这个花火我也是第一次见，一脸蒙圈。好，这样呢又过一关。带领着自己的这帮孩子啊，出来这个庆祝庆祝。哎，这猪能蹦这么高啊！好，又到了这个 bond stage 了啊，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疯狂摊分。天生这里是前面水果不断啊，到最后就是这个八千分就满分了啊。如果你这个分断了，它就会从这个100分重新开始，让你连续的击打。这个有点像啥呢？有点像咱们街机游戏里边有一个这个空战之路那个飞机啊。关注了那个飞机从天往下掉勋章，你只要能一直接到最后就是10000分，如果中间有断档，那么呢它就从100分开始了，慢慢涨，100、200，然后300、400、500、600、800、1000、2000，一直那么慢慢累积上去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游戏如果想打分，那么呢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然后呢这里 bond stage 呢是直接过去了啊，给各位切一切啊，咱们呢继续来到这个下一关。好，吃成大果棒接着射击。它这个左上角那个看看的那个位置是这个狼的一个数量啊，你每把这个狼击落一个，数量就会减一个，就是本关还剩多少个狼啊，它是干那个的。这 S 型的大鼓棒是厉害啊，你看你看啊，这童年我说这个 S 型的大鼓棒啊，我也通不了关。这游戏你玩你就知道了，这游戏你看他打就堵着屏幕一直揍，跟大傻子似的。实际上你真玩啊，不多说吧，就四关。好像我身边的朋友过四关的我都没见过啊。OK， 这里呢继续射击啊。当这些隐藏介绍完之后呢，也就没啥别的这个花活了，就是他这个弹无虚发了啊，一个神枪珠。哎，这个大鼓棒没 CD 是真厉害啊！看慢着，上面那个一吃一扔马上就刷。正常来讲，这个大鼓棒是要隔一段时间才刷新一个的。整上那个啥以后啊，整上那个小区以后啊，白色小区以后，这大鼓棒是真厉害。好，还有最后一只狼，结束。哎，上面那个狼大哥为啥不下来呀？这是不第二周目了？你看这动画都一样啊。好，到这关了啊。这个狼的话呢是两种啊，一种是气球从上往下降啊，一种就像现在这样啊，从下往上升。然后这小哥几个就抓着那个气球啊，快乐的往上飞，但是一个也过不来啊。他这一关是这个，他们飞到顶上，然后推上面的大板砖，一直到这个狼的数量足够把这大板砖推下来以后啊，然后呢咱就躺了。之后呢，这个从下往上升的呢，就是到这个啥，到这个梯子啊，他只要是下来一个，他就往右边的梯子站，然后呢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咱们这个猪妈妈最后只能在这个位置了。完了再有第五个，咱就躺了啊。这是这个游戏这个两个大关卡、两个类型关卡的死亡方式啊，我都花式死过，不要问我怎么那么熟。之后呢，他这里呢一直在保持不断啊，打出那个白色的这个小区，保证呢这个上面这个咱们那个大鼓棒啊是一个无限刷的一个情况，好过关。哎，这个看没着？这个红色的，这是红色的，红色的一个这个小墙啊，刚才那是小墙吧？红色的小墙就是我所说的啊，在这个气球打20个力无虚发，连续击打20个气球就会出现那个小墙啊，那个小墙是分数最高的一个东西了，8万分啊。没有比他再高的了。
OK， 这关呢拿下，最后两个狼钻下来了，还有几关呢？这游戏有点长啊。每一次过关，不是你带右上角拉绳的俩这个穿蓝裤衩的小猪庆祝庆祝不行吗？这哥俩都累啥样了？好，又是一个帮子 stage。这帮子 stage 好像也不能死，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也会阵亡吧？哎，不会，这关阵亡不了，这关顶多就是分打少点。这关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啥了，没有这个，不是没有那啥去了，左边打不出隐藏的这个小道具了。啊，他这里呢就利用这个大古巴啊，慢慢输出就完事儿了。还有三只结束。好，帮 stage 又一个满分，又给了10000。他这里得打到10000000吧，最后过关。然后从这往下，这个对面的这个小狼开始给扔这个啥了，扔这人头了，好人呢？哎，这位置看不着，有一个撒欢了，有两个撒欢了，看不着，他们排排坐，准备吃猪猪。好，上来了，但是这个能躲，就是他张嘴一咬，你能躲开。最后这一关也就是为了秀点花活，他是故意让这狼下去的，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出来，看没着。然后这个狼，哎，他们会1234，他们还排队啊，看没着，排队张嘴啊，这游戏做的还是很萌萌哒的，排队张嘴啊。所以说呢，只要你能这个躲开啊，那也问题不大。但是对于我这种菜狗来讲，这个四个狼排满以后，我只能在最顶上啊，只能在最顶上玩。他这里因为是一个 TAS 表演啊，所以说根本不受任何影响，甚至左边还能打出点这个白色小区啊，根本没把这帮小狼狗放在眼里啊。这几个小哈士奇累够呛啊，嘴还挺长。好，继续用大国王扒拉扒拉，这是不是最后一关了？咱来看一看啊，这关不是最后一关，这还有一关就完事了。哎，那个头像没了。这个我好像担心有点大劲了。对于他来讲，一个都跑不了，快10000000了，各位。这游戏，咱能打出的分儿，也就是他的减两位数吧。啊，能打10000000就不错了，应该。哎，这是故意看慢着，同归于尽。最后把这个哈士奇打死了，然后这个猪妈妈从上面掉下来了，但是没到这个彻底死亡判定的，所以说刚才那关也过了，没死啊，全是花活。OK， 这样呢，来到了游戏最后一关了吧？这位置，他故意让上面这几个狼上去，看没着？推推推推，这几个，这小哥几个还挺用力，哎，看没着？能看出这小哥几个用力了，因为他是速通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我因为他是 TAS， 因为他是速通去了，因为他是 TAS， 所以说他需要玩点花活啊，光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这个啥啊，比较的无趣。看来这里最后应该能突破10000000，咱们来看啊，目前为止还差30000多分，这几个狼的一个连分哎好像不够了，咱们来看一看，最后还有39只狼啊，应该怎么都破10000000了，怎么都破了，还有20000多分，还有33只狼，他不会最后把分卡到全是9吧，或者说全是9就满吧，咱们来看一下最后这是什么情况，这应该是最后一关了，而且他气球也不打了，什么都不打了。再来一枪，好，还有17个狼，这分想控应该是控不住了。咱们来看啊，最后的分是不是99满？看不看出他这个分？他这个分应该是有上限的，看到了吧？那个板砖给分挡住了，其实挺难受啊。他应该是9900，再不就是第一位是零，因为现在挡住了咱看不见啊，所以说只能是猜测。我猜测第一位应该是零啊。最后一只这个 BOSS 狼，全程一只搅和的狼，结束，跟他玩个同归于尽，拿下。好，这样的看看通关画面是啥样，今天的视频也就告一段落了。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啊，喜欢我的视频呢，别忘了给我点一波赞，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